中方一向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历史一再证明，无论国际风云和各自国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关系始终牢不可破，坚如磐石。我们相信中巴合作大局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会受到巴基斯坦政局的影响。作为铁杆朋友，我们衷心希望巴基斯坦各党派保持团结，共同维护国家发展稳定的大局。